天哪、啊，要演多久？要叫啊！然后酝酿情绪是不是？不能。嗯。那边啊。要带两只哦。建议带。以这个环境，可是如果你不习惯，你可以试试看啊，你可以换一下试一下。EMO 就是你会听到自己声音直接在这里，然后音乐在这里，还有背景音乐，对，会比较准。哇塞，好专业哦，第一次这种专业，试试看吧。Hello， 我们在场中，清楚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你喊，你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开始，我直接唱哦，直接唱，可以唱。有觉得？不是啊。大家一起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。如果我是老吴的话，我应该会一边唱一边哭。我都在想要反正我想老吴那时候在下面就藏一支麦克风给他。对。然后老吴就藏在袖子上。没有，他就走进去了，在后面在偷唱。主持人 Q， 你们就可以往前走，然后到前上，这样往前走。你们先走到旁边。等一下，肚子饿了。我边走边上，这样可以吗？你看你们好累，不会累吗？哈哈哈哈哈。要想穿裤，就不穿裤。爸爸开到最大的屋子，要是谁来过？虚幻平行天，是我看见天。地狱真是真，儿子真乱念。哦，这很强哎。哎，我们快。也许我的不在你的爱呀，继续可以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然后现在唱的大家都很欢乐，等到时候哇塞，可能一开始就忘歌词，什么都来，样样都忘，这一定会赢。好紧张哦！你先唱起来，先不要走出去。哎，好紧张哦！就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但就没爱。OK。光亮亮亮。好。Yeah, I was born ready. That was. 好。就是很多才多艺的。太难了。我等下不讲话。亮，让我们后面。我觉得是不是紧张，是我脚真的很痛。我把门给你。See you. Hey, 加油！哎呦 ，Love you. 明年加油。I love you. I love you. 你要跟我回去。出乐 ，OK。出乐 ，Whatever. 然后呢？哦，给你来折之后走。OK。好，加。See you. 来，一。哦，哈哈哈 ，So 帅。来，还有朋友想跟我聊个天的，请你们手好不好？来，没有。
脑袋一片空白。爸爸，小孩子要出来。笑而已，但前面是好听的吗？还不错、啊。你自己打几分？整个吗？对，我就有90啊，因为我们才排练一下下。不过我那个收球那段不及格，真的太紧张了。我想说我前面起的屁还不错这样子，结果后面突然忘词。因为我知道我多了两米腿啊，让他呛我，希望他呛我。